大家好，我是瑶竹。我现在啊是准备去超市采购。我现在特别不喜欢去超市采购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每次都要全副武装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都要各种消毒，我觉得特别麻烦。但是没办法，别看今天呢阳光明媚，但是其实特别的冷。昨天夜里才11度，早上的样子也才12度，刚才就是算最暖和的时候了，是18度。我们现在啊去那个超市的门口看看什么情况，不是说咖啡什么的开了吗？我给大家录一下他们的这个怎么去买咖啡，怎么去买蛋糕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咖啡厅啊，现在咖啡厅就是点咖啡啊或者要这些蛋糕的时候啊，就直接大家要什么对他这个里面的人说，然后他准备好之后呢会放在门口的这个桌子上，就没有办法在里面就餐啊。但是呢然后什么东西都好了之后，钱交好了他们就拿走。现在啊大部分店都不开，像这之前的2元店都没有开了。但是停车场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可能都是来购物的，反正是来来往往人挺多的。天气特别好但是很冷，现在要进超市的话呢还是得排队，这队呢人不多但挺长，因为人与人之间要离的距离远嘛。这个门口有个告示，这个告示呢就是说要注意用卡结账啊，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呀、最有意思的呀是这第三条，说 be kind， 就是让大家不要暴躁的意思。天气特别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他坐一个人，就是到你了就让你进去。